今天也是一场这个非常激烈的这个比赛，我们聊一下今天的比赛。感觉就是我这边吧，我这边中半场整个做的不是特别的好，而且整个贴的不是很紧，特别是第三局11分之后我们领先的，然后因为我这边速度没跟上，然后让对方打的会比较舒服，然后整体的进攻啊都被他们限制的比较死，然后也后面都在给他们攻，所以。最后半局的时候，你往前没有抢住，然后一直在给他们主很主动的在打，发现发环节还是会差一点。没关系，没事的，下次比赛加油加油。